所以会导致社会还有演艺圈轩然的大波疯狂抢购。网络上面的各种谩骂还有指控，我们不躲了。这些都是我们的效果，我们的赃物，赃物全部都是真实不错的，超出黑色脏脏血血。为了展示我们的诚意，现场将再次示范怎么留神。来用来，我打你。我是你主管，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给我坐下。 泡泡沫，温和不伤害肌肤。Oh my god！轻轻的在皮肤上面搓揉画圈。哇，干脏脏的啦！Oh my god！仔细吧。Shit！怎么了？你变成我了吗？不会吧！ Everybody！ 使用前皮肤暗沉，粉刺毛孔松大，使用后竟还透亮，毛孔干净通畅。怎么变超亮白的？毛孔也太干净了吧！我再说一次啊，造成大家、各位媒体啊、乡民也好，你看这样子销售一空，不能怎么办？就尽快为你们服务嘛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明白我们团队的用心啊！走，看什么？拍起来啊！